大家好，我是 GDB News 的 Aaron， 这是一个GDB News 的一个记者之一。然后另外一个记者叫 Jason， 他今天不在，他在欧洲还在做就是共鸣科技类似的一个采访。那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就是那个平台了？可是我们就刚好六个月之前，我们就开始这个平台，那个 GDB News 这个平台了。然后我们刚刚有一个成果的发表会，然后蛮顺利的。那就是现在我们那个网站是有一个中文版、英文版，然后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专题的。那就是有志浩，然后于婷，他就帮我们就是做这个专题的。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就是建议大家要去看一下，要看就是志浩他的那个辛苦的。产品。那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人呢？我一直想要，就是要找一些评论家因为我知道，就是一定有一些人，就是对，比如说过敏科技或者一些开放数据或者开放政府有一些想法。那我希望就是有可以更多人，就是要做类似那样的一个报告。也是要翻译者，所以如果你会就是你那个国语能力或者英文能力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地步了，然后想就是帮我们就是翻译一些那个新闻报道，那就欢迎你啊。另外我们真的需要你，所以如果就是你今天觉得你做的那个转案是非常有趣，那请跟我讲一下，我们希望可以做就是更多一些台湾有关的一个共鸣科技的一些报道那如果就是要跟我就是讨论更多一些 news 有关的东西，那你可以在那个精灵币那个 news 可以加入我们。好，谢谢。好，谢谢。